迎继续收看《狮城六点半》红帽桥户外直播。香港发生校园暴力事件，一名学生被十一个同学毒打，香港法院判处其中八名被告进入劳改中心服刑。狮城六点半户外直播，今天继续在大巴窑和你见面。那过去两天狮城不断的下雨，今天终于放晴了，有更多的朋友来到了现场，非常感谢。那你们刚才看到了舞龙表